大家好啊，欢迎翻到嚟啊，军工开物啊。好啊，咁我哋今日咧又同陈博士啊，即系畅谈一下啦，有啲科学同埋咧军工上面咧啲嘅技术啊。咁啊，尤其是我哋成日讲到咧中美争霸之间啦，咁啊一定有好多咧科技啊武器上面咧嗰啲嘅比较啊比拼噶嘛。嗱，我哋今日咧会同大家咧带来咧就系讲咧呢个嘅 Stirling Engine 啊。咁啊，讲起呢个咧，可能我哋叫做史特林嘅一个嘅发动机啊，或者可能大家叫佢做发电机啊，咩都得嘅。咁啊，睇你嗰个用途咧，一开始嘅时候攞嚟做咩嘅啫。咁呢个咧 Stirling Engine 咧，其实就当然一个好古旧嘅发明啦，即系讲到19世纪都已经发明咗出嚟。不过咧，瑞典人将佢发明发扬光大啦，咁啊将佢咧首次摆咗落去瑞典咧，咁啊潜艇上面使用。咁啊，跟住咧呢個 AIP 嘅絕氣技術咧，亦都係用咗好多個國家裏面，咁啊包括中國啊、俄羅斯等等國家，咁都有採用到，咁啊成為咗咧潛艇一個咧停留喺水底咧，可以咧超過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嘅一個絕招嚟嘅，咁啊都叫做為咧柴電潛艇咧即係帶來咗個生機啦。咁所以咧就呢個 Stirling Engine 咧，雖然咧就唔係好複雜嘅嘢，但係事實上咧佢個應用咧喺個軍事層面嚟講咧係相當之好用嘅嘢。我哋今日咧要讲到咧就系中国呢边咧，佢哋最近啊又有科学家咧话佢哋有好多突破，甚至个突破咧系突破咗 NASA 好多唔同嘅嘢，咁啊甚至乎嚟紧咧会申请专利，咁呢件事咧咁啊都系即系惊天地泣鬼神噶，你超越咗咧美帝嘅科技，咁啊仲要将佢应用埋上太空科技，咁啊究竟系啲乜嘢令到佢个优势咁明显咧，又可以再次挥低咧呢个嘅美帝咧？咁无论喺潜艇嘅领域、太空嘅领域，咁啊又去到一个咩嘅程度咧？今日咧，我哋咧邀请陈博士啊，同我哋咧深入剖析下，无论系个技术层面、应用嘅层面，同埋有冇其他替代嘅技术，其实而家都系咧两条腿走路，双轨并进。咁同埋究竟比较之下咧，又会有啲咩嘅火花咧出现啊？咁当然咧，一开始嘅时候咧，大家记得啊，帮手俾 like 啦，同埋记得免费订我哋频道啊，咁啊多谢大家先。好，我哋同陈博士倾下偈先。喂，陈博士你好啊。系 Larry 你好啊，大家好啊。系啊，喂，陈博士啊。即系讲起咧，今次咧，即系呢一个中国咧，我哋讲发展到呢个 AIP 咧呢嚿嘢啦。嗱，我哋喺讲中国呢嚿 engine 咧，即系佢就话攞专利啦。咁大家见到幅图咧，都见到咧呢嚿嘢噶啦。我哋阵间就再讲下中国呢个技术。不过咧，你先同我哋都同啲网友解释下啦。即系我哋讲到咧呢个咧，史特林嘅呢一个嘅发电机，其实佢个运作嘅原理点咧？点解会令到大家好似咁，即系都好似好耐噶呢嚿嘢，但系都咁趋之若鹜咧？至於是不是領先是不是突破呢，賣個關子留給大家一會兒自己去慢慢想。首先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用一個不是中國人的名字來命名的一個這樣的技術，為什麼現在好像講到就是被媒體講到好像說中國領先呢？那聽完之後講完個細節，大家自己 又判斷一下。件事本身就是这样的，我们要讲这个发电机组技术呢，难免都要讲一点科学原理上的东西。即是你说如果讲 Stirling Engine、Stirling Generator， 这些这样的无论是摩打亦或发电机，怎样用到这个所谓由 Stirling 给出来的这个原理可以做到这个结果呢，这样。那我想呢，其实有些很简单的道理呢，可以几句就大家就明白了。咁可能 Larry 你都听住睇下够唔够简单先啦，呢个解释。嗱，一堆气体如果佢热嘅时候佢会点？热嘅时候会膨胀啦。系啦，冻嘅时候咧收缩啦。系咯，热胀冷缩。OK， 小学生都知。好啦，我一堆气体 ，OK， 我将佢包实佢 ，OK。當然你加熱它會漲一漲卜卜，是不是？然後你放它凍的時候它就凹了下去。我呢就這樣，開頭將這個密封了的氣體碰住熱東西那邊，它會膨脹。膨脹的時候將周圍的東西，將周圍壓開了，它好像動了這樣。然後呢再將它呢就遠離回隔絕回去熱那塊東西，就碰回去凍那邊的時候呢，它整塊東西就縮回了，是不是？即是如果你掂住佢个外皮，个外皮有时就会拱开你，有时就会跌，即是你就可以拱翻落去。即是话咧，透过去掂完热嘢、掂完冻嘢呢个不停嘅循环咧，其实旧嘢就会系又胀又缩咗，咪即系喐咗咯，系咪？哦，系。咁其实成个 Stirling 嗰个嗰个热力学嘅原理就系咁简单啫。其实就系点解可以我哋利用到
一个有温差的地带，你去转化到有一些东西是有一些动能，有一些动态可以走出来，其实完完全全就 是由那个气体那个即系胀缩俾出嚟嗰个嘅运动吓，咁、啊、我哋就系从中采集到佢嗰个嘅动能吓、啊，因为个气体攞到热，佢会胀咗，佢冻嘅时候又会收缩翻，其实就系佢成个嗰个气体入边嘅运动有改变，我哋将佢嗰个改变嗰、那个出嚟俾出嚟嗰个总体效果，佢就会对外施加到有一啲嘅动作 ，OK， 咁于是乎就系有个热能变成动能嘅转换喺度咯。即系其实件事够唔够简单咧？我唔知呢度你听落，我觉得好简单啊。其实即系好简单，就系讲就系总之一嚿嘢，咁咧你又得闲攞啲热嘢掂下佢，一旦用啲冻嘢掂下佢，咁佢热嘅时候胀下，冻嘅时候缩下，就系胀下缩下，胀下缩下咁样。咁啊好似咁个喐咗。系啦，即系其实你会睇翻咧，如果大家即系再有兴趣去抄下咧，你见嗰种叫做呢一种咁嘅斯特林循环。吓、啊、呢、這个咁嘅原理俾出嚟嗰种斯特林嘅摩打吓，咁、啊、其实就系一个咁基本嘅嘢嘅啫。佢个客观嘅结果就可以令你咧，将一个有温差、有热同冻温差嘅地方，你只要俾一嚿咁嘅嘢，俾一个咁嘅环境俾佢，佢最后就会出到一啲动能俾你，就会有嘢喐噶啦。即係由熱能變動能一個咁樣嘅機器嚟嘅，咁當然佢個效能就有高有低啦。咁今次如果中科院去做出嚟嗰個嘅效能咧，都譬如係講緊20-30% 左右啦，咁係算係一個理想，即係大家一路好合乎我哋過往經驗嘅一個嘅效能嚟嘅。而且咧，佢就要首先要人工地製造咗一個咧530度嘅温差，即係比起我哋嘅室温高530度。咁於是乎高啲嘅温度同我哋個室温就係有個温差度，你再將呢一個咁嘅器件即係擺到去同呢個咁嘅温差有接觸嘅時候咧，咁於是乎就可以將入邊嗰啲熱能就採集咗落嚟，最後就變成即係啲嘢喐，有嘢喐咧就可以幫我咧去推喐一啲嘢嚟去發電咯。因為其實你任何發電機咧入邊最緊要一個道理就係咧有嘢喐。即係譬如你嗰啲燒天然氣啊、燒柴油啊，或者你甚至乎用核能嘅發電咧，都離唔開你係要攞去嗰啲燃料出嚟嘅熱能攞嚟煲水，再攞蒸氣推動渦輪扇葉，然後發電。OK， 即係你都係總之最後要令到有嘢喐，個渦輪扇葉接駁住咧一個大嘅線圈，個線圈喺個磁鐵入邊喐，跟住就會產生電。咁呢個就係中學時代讀嘅嗰啲發電機原理嚟嘅。咁如果你係一個史特林 engine 嚇，再接駁去一個線圈，令到佢喐嘅時候帶動個線圈喺個磁場中間喐，咁就發電啦。所以呢度順帶一提就係咩？即係如果你講到史特林摩打怎样变成史特林发电机呢？史特林摩打就是将热能变成动能，你再拿这些动能来在那个发电机组将个线圈带动它在个磁场里面动，最后整组东西就变成一个史特林发电机。其实件事就是这样的，其实就是。哇，好中學喎、啊！即係突然間我諗起咧，以前有一課叫 energy conversion 啊嘛，即係咧能量轉換啦。咁你都係用熱能轉動能，跟住動能啊，再將佢轉做電能。咁其實嗰個中間嗰個 conversion， 即係嗰個轉換裡面，其實係咪嗰個轉換率其實不嬲都唔係太理想？而今次嗰個突破就話係咪令到個 conversion rate 會做得好啲啊？咁所以弄擺落嗰啲 engine 度，唔係啊，唔係。因為其實你一路以嚟咧，你無論係傳統嘅發電機好，亦或係呢，即係同呢史特林發電機比較咧，史特林發電機一啲優勢都冇。你如果講嗰啲天然氣發電咧，佢能夠做到個能源轉換效益咧，50% 係好係做得到嘅。嚇、啊，即係你而家講緊你個史特林發電機先至係30% 左右嚇。咁、啊、好啦，即係當然啦，即係呢度又要提啦。咁中國今次中科院去整呢嚿嘢咧，即係重要嘅地方喺邊咧？點解佢認為係一個即係佢要做呢樣嘢，同埋認為呢樣嘢會係成功咧？佢嚿嘢夠大，最後出嚟嘅咧嗰個發電機個功率夠高，咁佢係突破咗呢個10^5 次方個亞特咁嘅功率嘅。
即係佢就用到叫一百個 kilowatt 嚇，咁樣嘅功率，即係你當10×5次方，即係10萬個瓦特嚇，咁嘅功率。咁呢樣嘢就唔係即係其，即係咁講，呢樣嘢個原理太簡單啦。以往我哋好多人會去做，亦都做得到，甚至乎中學生做過少少嘅模型，自己都砌到出嚟。咁但係你要令到佢個功率大咧，你成件嘢就要整到好大。咁於是乎你就係有冇人試過整個咁大嘅將一個原理咁簡單嘅嘢整到咁大，令到佢個輸出功率可以咁高咧？就冇人試過。咁你可以話破咗個一種健力士記錄咁嘅意思咯嚇。咁譬如比較翻喺一啲嘅國家咧，佢甚至乎講緊瑞典，佢會喺佢嘅潛艇去入邊其中一個嘅即係動力系統，佢需要用到呢種咁嘅技術。咁但係佢嗰個功率咧？都係講緊係75,000個瓦特，咁比起今次中國呢個10萬咧，個數字仲要細。咁於是乎咧，就有人去諗啦，哇！咁係咪我哋已經準備好整咗呢嚿嘢出嚟，擺去攞去潛艇度用，既可以攞嚟發電，又可以提供動力，哇！咁咪好着數咯。而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咩咧？呢嚿嘢啊，個原理太簡單啦，入邊即係真係。喐即系要好有大动作，喐到好嘈，bling bling 嘅嘢咧唔多啊，所以佢可以做到好静啊。咁所以大家又联想到，将呢几个又联想到，哇，又静，又可以攞嚟做动力，又可以发电，摆落个潜艇度，哇，咁个潜艇咪好着数咯，咁嘅样，即系好容易就会咁样谂啦，吓。咁但系呢度咧就即系大家要小心啲啊！即系我哋接住落嚟都要再仔细去比较一下嘅，即系呢一样嘢可以用喺核潜艇，即系唔系核潜啊，可以有人用咗喺潜艇技术嗰度。而同时间咧，美国太空总署亦都有咧去发展呢种技术用喺太空嗰度，甚至乎呢一种技术亦都可以用喺呢一个嘅即系可再生能源嗰度。因为就系话，如果你有办法揾到一啲有温差嘅，佢就同你发到电。咁我哋只要攞一啲谂到一啲方法，譬如话用太阳将啲热能、光能聚焦，于是乎产生个好高温，于是乎就有一个由太阳供应俾我咁稳定嘅温差，再接驳一个史特林装置，于是乎咪发电咯，就系一个唔需要用到太阳能收集板，但系用到呢个史特林嘅原理嘅机器，就将佢变成电能。有冇人做呢样嘢咧？都有嘅，但我就总体上我会话咯。呢樣嘢點解講到好似好勁，但係點解一路好似唔係好蓬勃發展呢？其實原因正正就係頭先你所講，佢嗰個嘅效能唔算好高嘅。佢相比於其他即係嗰啲傳統嘅呢啲發電啊，或者係製造動力嘅方法咧，個效能係偏低添嘅嚇。咁呢個係佢嘅缺點嚟嘅。所以如果美陈博士咁讲咧，即系佢如果摆落去潜艇度，即系而家中国佢嗰个应用啦，即系其实如果喺嗰个核电潜艇上面，当然就好明显就即系照道理就应该应用唔到啦。咁啊，摆喺一啲叫做非核动力嘅潜艇，咁即系我哋都系讲啲吨位比较细嘅，可能讲紧2,000零吨、3,000吨左右呢啲咁嘅柴电潜艇咧。咁啊，如果摆落去，即系佢又比以往改善咗咧，系咪都即系叫做咯？即系中国因为做紧呢样嘢嘅优势，就系美国因为已经冇咗飞核潜艇噶啦嘛。你讲美国冇咗咩话？因为美国嘅潜艇全部都核潜艇嚟噶嘛，所以佢个领先就系你有啲嘢系你系冇噶啦嘛，咁佢应该系全世界非核潜艇做得最好。咁样讲啦，你咧摆得落个潜艇度咧，你梗系想有咁静得咁静啦。咁如果咧你有呢一个咁嘅即系史特林嘅咁嘅机组喺度。你外边又摆翻嚿，即系嗱，你要记住啊，外边你要产生一个热嘅温差喺度，先能够发动到呢一个咁嘅机器嘅。咁你嗰个热系点产生呢？咁当然啦，你又要系即系你去，你可能系用柴油你烧佢，系咪？咁你可以嘅吓。咁但系问题就系你能唔能够做到嗰个嘅成嚿嘢好细？同埋就係亦都好安靜，
你本身個柴油機組你本身燒緊嘢喎，你入邊亦都有即係有化學反應產生嚇，然之後大量氣體產生，然之後嗰堆氣體你唔會諗住嚟爆咁樣，你係需要處理咗佢嘅。OK， 咁即係應該咁講啦，喺嗰個嘅任何海底上面嘅嘢咧，第一你只要有轉動嘅部分，你就會燥。第二是什么呢？你有些气体产生又凝结回做液体，跟着又变回做气体的过程，那些气泡产生的过程又是很吵。那你可以想象到，如果你还是用柴油机组，中间牵涉到很多气体的东西产生的时候，你都是会吵的，其实这些东西就是。那所以最理想，你说如果想用这种这样的史特林技术，你要配合什么东西才能够做到是真的可以很安静的呢？你最好配合核动力在这里。即是你要将一个核能，即是核那些东西很简单的，你摆在这里它就热的了。你不需要有什么其他化学反应在这里。个核子反应那些东西自己就在这里热的了。单在你去将它中间摆啲嘢控制下去，等它不要那么热咁解嘅啫嘛，佢自动就同你热噶啦。呢个过程不会燥嘅，系啦。咁即系我就会话啦，如果呢种咁嘅机器咧，你本身又系配合翻啲柴油嘅嘢咧，其实我觉得有啲有少就即系左手打右手咯。同埋就系咧呢种咁嘅机组咧，佢本身个动力俾出嚟唔系太高嘅，所以嗰个能够即系用嘅范围好有限。即系我估咧，你话如果瑞典嗰边咧，能够用到呢种咁嘅技术，嗰啲咁嘅潜艇本身咧比较嗰个细啲啦、轻盈啲啦，同埋个速度都未必高嘅添。吓，即系呢一种咁嘅史特林机组，佢能够俾出嚟嗰个推力唔大。嗱，做一个好简单嘅比较，我哋以前讲呢啲，即系你话核动力潜艇用得成个咁样嘅，即系成个核嘅发电机组摆落去咧，佢嗰个发电功率系几多咧？系讲紧计下条数先啊，100再乘10^8次方，10^8次方。吓，咁10^6次方就已经系100万啦，咁即系10^8次方系亿，即系讲紧亿，以亿瓦特嚟做佢个单位嘅，嚟做佢个功率嘅。头先你记唔记得我哋讲中科院今次整呢个史特林机组，佢个功率系几多少？哦，系讲紧系10万啦，系10万同亿嘅差距。哇，系咪？即係事實上就即係我會話，你如果要做到一啲比較大型啲嘅戰略核潛艇嘅話咧，你暫時嗰個嘅史特林機組就唔係滿足到，唔能夠充分滿足到佢嗰個嘅動力系統嘅需要咯。咁本身你個潛艇如果係比較輕巧嘅話咧，你就可以用一啲咁嘅史特林裝置嚟去考慮將佢擺落去，咁所以佢個應用就限制咗喺啲比較細只嗰啲潛艇嗰度嘅，係即係入邊唔好太重，本身佢要比較輕巧，咁你就即管用呢一種，係啦。咁所以咧，你要諗到呢樣嘢係咪可以直接擺落去即係個潛艇度咧？你又要知道本身呢個技術嗰個嘅即係先天上嘅限制先至好咁講咯。咁同埋個媒體報道就會話，哇！即係呢樣嘢好似仲叻過美國太空總署攞到專利嗰樣嘢喎。咁呢度咧又要好小心。即係喺我眼中咧，我覺得講呢句説話咧係有少少將蘋果同個橙做比較嘅。而呢樣嘢就好多時咧，我哋見到呢啲媒體咧，好容易即係始終嗰啲技術資料、技術細節，佢哋唔係好知啊，好容易錯過咗，所以出嚟個報道，我覺得就可以好偏差。嗱，即係阿 Larry 你都睇到啦，佢其中講咗句就係話，哇，比起美國嗰個太空總署嗰個專利咧，仲要做得快咗喎，咁係咪中國領先咧？咁你都睇到呢句噶嘛，係咪？有啊，有呢句話，仲要申請專利添喎。嚇，咁好啦，留意啦。如果咧，你睇翻中科院佢今次嗰个设计咧，佢呢个机组咧，虽然系做到破纪录地，即系以史特林技术嚟讲，佢能够做到嘅功率系最大，但系佢嗰个嘅热源啊，系来自乜咧？佢冇讲到嘅。喺佢嗰个嘅试验里边咧，佢系用咗一个都系叫做即系嗰个叫熔岩嘅热源。而呢種熱源咧，基本上咧，如果喺個實驗室入邊咧，佢都係用翻普通用柴油天然氣機組嚟提供呢個熱源嘅啫。
即系佢冇佢，即系其实就如果你话啲嘢要用到太空度咧，你仲系讲紧用天然气同埋用柴油燃烧嚟去作为呢个史特林机器去即系发电嗰个动力咧，其实就冇乜解决到个问题嘅。去到太空，我要嘅系另外一种规格。是咪？咁我哋不停讲㗎嘛，喂，未来太空嗰度梗係希望攞到太阳能再生能源啦，另外就係我哋地球带一啲核能上去啦。所以如果呢你真真正正走返上太空总署佢嗰个专利佢嗰个公布入面呢，佢係一个乜嘢嘅专利呢？佢嗰个专利係讲緊呢係需要整一个微型嘅核嘅装置嚟发热，再产生个热，然之后再接驳个史特林机组嚟去发电。成套嘢咁睇嘅呢样嘢要。好明显，即系啲媒体冇睇到呢样嘢。佢以为中科院呢嚿嘢劲过，即系佢以为系可以直接同美国嗰个太空总署嚿嘢去直接比较嘅。其实唔系嘅，中科院嗰嚿嘢佢冇讲到佢个热源系咩嘢嘅。佢亦都冇开发到就系、是、可能有啦吓，但系嚟紧有啦。但系而家喺呢一刻呢、這个报道呢一刻为止，佢未系讲到佢系已经开发咗一个好轻巧嘅即系核嘅热源嚟将佢摆喺侧边嚟产生呢个高温，然之后成嚿嘢可以好稳定，个安全系数好高，摆喺个太空装置度用，即完全唔系呢回事。而中科院佢亦都设计呢嚿嘢，亦都唔系攞嚟，即你好明显睇到佢唔系针对攞嚟摆去太空用，佢甚至乎可能摆嚟就系令你可以摆喺个啲佢自己嚟紧嗰啲比较轻巧嘅潜艇嗰度用嘅，睇佢呢一种咁嘅装置。即美国佢搞呢一个太空中署搞嗰嚿嘢，系嗰嚿嘢谂住攞嚟喺太空用噶嘛，吓。咁佢需要嘅係輕巧，佢未必需要好追求極高嘅輸出功率，但佢需要嗰嚿嘢係夠個安全系數夠高、穩定同埋好輕，可以就擺上去就用，而且用得夠耐。咁佢係需要呢樣嘢嘅。咁所以大家追尋嘅目標唔同，所以冇得咁樣直接比較。同埋咧，呢度又可以講多少少就係咩呢，喺即系好多而家嗰个史特林机器嘅研究入边咧，反而系摆喺再生能源嗰个范畴里边，因为你只需要俾一个温差，佢就同你产生电。咁好啦，如果呢个温差我系譬如系个地心好多地热，自然就会有啲热俾我噶啦。哦，可唔可以攞呢啲即系呢样嘢由个地热度同我哋地面上嘅温差，咁咪接驳一个史特林机器地热发电？哦，另外一个途径做地热发电，系咪？而家嘅地热发电就系我哋攞嗰啲地热嚟煲水，嚟帮我推喐涡轮扇叶，即系又系另外，即系又系呢个咁嘅技术。咁好啦，另外就系譬如摆上太空啊，得唔得咧？或者喺地面度？我咧就揾一啲嘅透镜聚焦，就将太阳能咧集中喺一个位，令到佢产生高热。你知热到个地步，点着我运圣火得噶嘛？系咪？咁呢就產生咗個高熱，有温差，再接駁個史特林機器咪發電囉。於是乎就係一個呢唔係用太陽能收集板形式，係用史特林機器形式嘅太陽能發電又得。所以其實呢就係你要按住唔同嘅用途，你有唔同嘅追求嘅喺呢一樣嘢度。所以呢度要好小心，就係你媒體上面呢就將呢個中國中科院呢嚿嘢去就咁样去同呢一个美国 NASA 比较咧，我觉得呢度系好出咗好大好唔到嘅呢个位置就系、是，即系所以我就唔会认同话系唔系一样乜嘢嘢嘅领先，即系你一样可以话喺同等嘅用途之下的，而且个冇人去做到一个好似中国中科院今次呢个输出功率咁高嘅一个史特林机器。但是如果你话因为咁佢系叫做咁叫做赢咗呢个即系美国嘅太空总署嗰个仲系研发中嘅专利咧，我就觉得呢样嘢就错嘅。因为咧，如果依家佢嗰个史特林啦，即系个发展，如果佢做得好咧，咁当然即系除咗咧佢一个非核能嘅用法，喺中国嘅潜艇咧，其实都仲有好多应用嘅方式，即系包括佢哋而家去新发展嘅。咁啊，佢哋核潛艇就一定做緊噶啦，即係我哋講095啊、096啊，但佢哋而家咧發展一隻咧係幾似瑞典，即係先從嗰個藍島嘅外形去觀察啦，叫做即係有啲似瑞典嘅 A26 嗰一隻啦。咁啊，所以大家都估計緊係中國嘅柴電潛艇而家係進步緊嘅。咁啊，同埋佢哋亦都係出口去到例如話去到巴基斯坦啊，出口去到孟加拉啊、緬甸啊、泰國，咁你見咧都開始有進步啦，即係潛艇可以做到出口。
咁啊由一個好差嘅潛艇國家可以做到出口國啦。咁但係當然最近都有一個問題就係同泰國嗰個潛艇就係嗰個引擎嘅問題。咁啊引擎嗰度咧個柴電引擎咧，因為德國嗰邊啊，即係 MTU 引擎唔肯俾中國之後咧。中國就要用被迫要用咧自家製造嗰個潛艇嗰個 engine 咧，咁啊泰國最後就否決咗，咁啊買其他嘢啦，即係買呢啲護衛艦嗰啲嘅取代，咁啊國內都仍然有啲反對聲音，所以我相信就會有啲影響嘅呢個就。第二個就係、是我諗即係陳博士頭先都講咗，國內傳媒咧就即係唔肯定佢係大風向定係咩啦，咁大家去判斷。最近嚟話我哋講到 B21 啦，其實都有呢啲問題嘅。即係 B21 就而家開始飛啦，咁其實個一致嘅反應都好好，即係見到個設計啊，佢個流程啊，其實都唔錯嘅。咁但係國內好多人就將佢同 B2 比較，咁覺得佢可能會繼承咗啲 B2 嗰啲問題，例如話係非常昂貴啊，大而無當啊，其實都唔出得幾多次啦，即係啲 White Elephant 啊，啲白色大笨象呢啲項目。咁當然我哋依家睇翻唔係啦，即係包括每一隻都係講緊$7 billion嚇，即係同埋而家嘅$7 billion同當年嘅$20 billion啊差。好远的价值，咁所以如果计翻数咧，其实而家都叫做平靓正。咁媒体操作啦，即系有一部分我哋可能即系会咁样去讲啦。呢个就，所以就即系我哋见到，即系你话蓝组啊，但系蓝组都唔算最夸张噶咯。古陈博，即系其他嗰啲应该仲更加之夸张嘅。anyway 啦，咁就陈博士有冇啲即系最后嘅总结，就包括技术又好啦，或者你觉得即系而家嗰个中美双方咧？無論追求在一些你話係好寧靜的技術，或者是嗰個太空科技上面，你有冇睇到一些佢哋例如話共同發展的相似之處，或者係啲唔同的點？一兩句總結可以。嗱，呢度就冇可能一兩句噶啦，咁所以我就唔答你個問題噶啦。呢度就要開另外一節講。不過咧，由呢度有即係有個少少嘅即係真正喺睇完呢單新聞嘅一個我覺得需要注意嘅地方啦。咁向來咧，即係好多時你睇呢啲咁嘅軍事評估嘢咧，我覺得有個現由一啲國內朋友聽出嚟，佢哋佢呢個用語呢個後即係呢個教訓啊，我覺得幾啱嘅，就係你要即係料敵啊從寬，料己啊從嚴。OK， 即係我覺得咁樣先能夠做到一個最可靠嘅估計，令到自己即係叫最安全最。即係就避免咗一啲錯，避免就誤判咯。即係如果你見到媒體上面好多時講一啲，第一件事就係、是，好想要你去即係好亢奮啊呢啲嘢，咁大家就嚇、啊，即係盡量係要客觀啲去睇下呢啲咁嘅消息咯嚇。好、啊、多時要即係我都覺得係需要揾多啲背後技術資料去再睇一睇，即係先至叫做可能好少少嚇，就犯少啲錯咁解嘅啫嚇。系啊，這个我哋网友都应该好清楚，因为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地方网友，咁留言板下面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嘅网友留言噶啦，咁都会即系有时会讲我哋嘅 source 太单一啦，陈博士，因为我哋啲 source 全部都系西方咁嘅来自，有冇乜来自中国嘅 source？ 今次即系我哋几次即系有啲我哋表面上打开话题嘅，好似系西方嘅媒即系嘅消息，但我哋去分析嘅时候，我哋系要抄即系双方嘅媒体嘅。甚至乎不是媒体，即是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找到一些技术资料去看。今次呢我们陈博士引用的都有引用到中国科学院的 data 的，所以大家有心的朋友可以上回去中国科学院。讲到这个史特林发电技术呢，是即陈博士是引用了他们当中资料，所以大家可以看回的。好，咁我哋咧就呢一节咧就嚟到呢度啦。好似咧头先陈博士话斋啦，即系如果我哋讲到中美而家嗰个科技发展，例如话喺个静音嘅科技或者太空科技上面，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嘅啦，咁啊可能真系一两句讲唔晒，可能就开一集啦。咁大家真系想听或者可以咧下面打个加一，或者咧讲多少少你想听嘅部分系啲乜嘢好嘛？咁我哋收到咧，咁我哋都尽量为大家咧去处理。好啊，咁啊欢迎即系大家咧喺后面踊跃啲留言啦。好，咁我哋喺下一集啊，军工开物啊，咁啊再同大家咧做多啲唔同嘅 study 吓。好，拜拜，拜拜。